刚怎么叫你都叫不醒？你该不会是做那种梦了吧？一天天的，脑子里都想的什么呀？叮，不是好梦，出了这么多汗。来，我自己来吧。别动，我要擦完了。饿了吧？没胃口。我不爱吃甜食。哎呀！ 你不吃就没有力气写作业，作业写得慢就会晚睡，晚睡就会做噩梦。别说了，我是在吃。